等一下，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点乱，睡觉那里啊？关羽也讲了，吕布也讲了，吕布比较没有印象哎。这个更没有印象了，好吗？太猛了吧！这款游戏呢，我也想要一起练一只啊。所以你要说什么啊？对对，我们不是要十连抽吗？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都介绍了，就下一期吧。等我一下啊！啊阿娘喂，你哪不想冷周雨啦？哦，我昨天到底在干嘛？我为什么不要先练周雨？爽耶！抽到周雨。在哪里啊？进一场快点啊！大绝地血棒！今天这几加码好不好？这个也是一场竞技场。为了这些元宝，这些金甲应该也学元宝吧？哦，他经常超帅的，让人家想要一直玩下去啊！哎呀，这期就是那么成功。你看，就跟你们说吧，这有排名奖啊！耶、yeah, ！我的哉，哈哈哈哈！太爽了啦，不得了！